什么叫羊屎？就是表面好看啊。我都说了，水润程度不代表种。这种货的话呢，它是属于翻沙皮。我都说了，有机会就是外嫩。这不是山石啊，这不是山石。这种料呢，我们业内叫羊屎啊，大家去理解一下啊。我们业内叫羊屎。什么叫羊屎？就是表面好看啊，实则内部大白肉。水润程度，大家要记住一个点，翡翠原石的水润程度是不代表种的。也就是说，你打灯下去，它光鲜亮丽；落灯下去呢，哎，这种料的话呢，咱不要啊，咱不要。我都说了，水润程度不代表种。